一对狒狒母子被两只老虎盯上，狒狒母子被逼到了峭坡上，已经无路可退。眼看一只白虎慢慢靠近，狒狒主动出击，奋力反抗。这只白色老虎被狒狒这突然起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慌忙的闪躲，并且急忙的撤退。狒狒见白色老虎后退，急忙折回保护幼崽。而另一只老虎见狒狒击退了白色老虎，心里很是不服气，慢慢的向狒狒靠近，势必要给这只不知死活的狒狒来一点颜色。狒狒勇敢的向前迎面应对，这只老虎也不甘示弱，径直的来到了石头下方，准备攻击狒狒。狒狒不断的向老虎示威，让其离开，然而老虎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这只老虎想跳上去石头攻击狒狒，奈何石头太高，被石头挡住，始终无法跳上去，只能在下方寻找合适的位置。此时的白色老虎又折返回来，想准备夹击对付这只狒狒。此时的狒狒回头看看了被石头挡住的老虎，想了想这老虎一时上不来，先赶走这只白色虎先，顿时攻向白色老虎。白色老虎见狒狒气势汹汹，异常勇猛，被吓得急忙逃跑。狒狒趁机不停追击驱赶，把白色老虎赶远后再折回保护幼崽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不得不对狒狒的伟大母爱表示赞叹，也被狒狒的机智勇敢折服，在面对强敌临危不惧，果断出击，最后成功击退强敌，保护了幼崽。反观两只老虎，作为百兽之王，同时面对一只狒狒时，既然被打得节节败退，丢盔弃甲，狼狈不堪，完全没有了昔日的霸气，真是颜面尽失。当然这只是一场战斗，并不能代表老虎什么，但在这场较量中，老虎的表现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？欢迎您在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是老谭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您长按点赞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